据韩媒报道，在今日举行的展览记者会上，具惠善表达了自己对安宰贤的心情。我对那个人感到抱歉，尽管那是私人的事，我还是向大众诉苦了很多。回想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，现在正在私下处理中。并且具惠善表示，因为是个人需要整理的情况，所以短期内很难展开活动，不会重返演艺圈。